晒导演 Adrian 啦吓，咁啊，我觉得你系一个好犀利嘅人，因为我自己演戏演咗咁多年咧，我从来都唔敢想象点解一个人可以自己导又自己演嘅咧。咁啊，再加埋呢一部戏，佢虽然系一部鬼戏，当然佢都有恐怖嘅成分，都好紧张，但系佢都不失惊喜，兼及最重要嘅咧。在表達呢一個感情嗰度咧，真係做得好好啊！我都有俾你感動到。咁嘉賓同你兩個嘅表現都非常之突出。當然個小朋友都好辛苦啦嚇。咁恭喜曬你哋！咁希望呢一部戲咧，所有馬來西亞朋友一定要去戲院支持《午夜任性》，任性逝氣。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jamin Zhou， 我是 Sawyer 的契爸爸。今天我很开心看到 ，of course 我契仔演呢出戏啦，同埋戏啊，吓死我，真的劲哦！你我最爱系吓我自己吓自己啊！自己嚇自己啊！咁of course congratulations to Adrian 啦。咁呢出戲係真係好驚嘅，所以希望大家會 support 呢出戲，同埋 support 我嘅契仔 Sawyer 亮。Thank you。我覺得呢出戲好特別啊！喺鬼片入邊，我覺得真係唔錯睇啊 ！Formulation 嘅戲。嗨，大家好，我是海邊鐘景花。那剛剛看完了午夜影神，因為我只記得叫 The Noise。然後這部電影呢，就印象最深刻的是 Sawyer， 因為他真的有嚇到我，我整到是一直在這樣子看，所以是非常恐怖的馬來西亞電影，因為很久沒有看過馬來西亞。比较恐怖的鬼片，所以就希望这部电影的票房大卖，然后也恭喜曾建国导演，因为他刚好也是我的学长，所以希望也很期待他接下来的作品。当然这部的票房，他说刚刚有说票房好的话他就不再演下去，票房不好的话他就会一直演下去，所以我也不懂要做到票房大卖还是不要大卖比较好，就希望一切顺他的意就好了，谢谢。Hello， 我是 Alan 杜伟伦。我是费扁吕志勤。那我觉得观看了这部电影过后呢，我觉得让我印象深刻的这一幕就是我们需要珍惜每一次就是跟朋友跟家人的感情，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几时是最后一次的聚会。对，其实看了这部戏以后，这部戏除了它是一个恐怖片之外，他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放在那个他跟他的女朋友之间的那个感情，所以我觉得很惊喜，就是因为他到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就是有一个转折点，就把他那个焦点都放在感情上。就先要恭喜 Adrian， 然后也恭喜ATF， 看到马来西亚那么好的作品，所以也替他们感到开心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一部电影，然后支持本地电影。对，好，谢谢，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ly 陈子颖，我是 Pauline 陈立信。哇，那刚刚就看完了这个《午夜音声》，其实我自己还有被几场戏吓到这样子。对，那我也是啦。我觉得其实最吓人的是那个音效啦，还有那个一直跳出来的，我不要讲是什么，是小鬼。因为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呢，觉得很新鲜啊，因为第一次看到 Adrian 在荧幕上面，还有非常那个惊艳的镜头。对对对，而且有很多很漂亮，虽然说是鬼片，可是画面其实都还蛮漂亮的，对不对？是的，而且发现看到最后才知道，原来是一段很凄美的爱情故事，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你看海报，大概可以猜到一两段啊，小故事。是的，没错，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去到你的电影院去看观看我们这一部《午夜音声》。好，多多支持，不管是大人小孩都好。嗨，大家好，我是 Elvis 郑文伟。Hello， 大家好，我是 Daphne 刘倩文。很多年没有看这个灵异片，就是这些鬼戏哈。这我也是很久没有看鬼戏。开始说受到要去来这个首映礼来看鬼戏的时候，心里蛮挣扎的，就觉得好多年没看，可是就觉得可能会很怕。不过真的是很怕，有被吓到。有。而且我觉得这部鬼片，它大家会受益的东西，就除了看鬼片，里面有爱情。有很感动的一些画面，对对，还有一些教大家珍惜大家现在所拥有的东西的。有哎，还有教育性，鬼片有教育性，其实是很厉害。尤其是要教这些小女孩，还不懂事这些小女孩。对啊，对啊。还有我这些小男孩，大家一定要支持。真的一定要支持这一部非常好看。The Noise， Yes。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中。大家好，我是大后韩家豪。Chill bro， chill。我告诉你，今晚的首映礼非常让我有惊喜。我觉得我今天好像是被骗过来了。我打算今天来刺激一下看鬼片，结果原来是爱情片啊！我觉得非常有惊喜了。我觉得到最后的时候有惊喜，整个故事有很大的一个扭转，让观众有点惊喜。但是我现在说出来，观众如果看到我这番话的话，可能应该没有惊喜了。都没有关系，这一定是一部值得支持的一部本地电影。对对对对对，他一直被我吓到，因为他坐在前面，有没有？有一些紧张的气氛的时候，我就手去搭他肩膀，他就吓到了。我不大看鬼戏嘛，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是他很紧张，到现在他的 chill bro， 他到现在他的心情还不能平复。几个朋友都一直在笑他。那我觉得这一部戏真的很有，我觉得。建国很厉害啊，因为他这部戏他要兼顾要演员又要做导演，我觉得他是非常努力的一个，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他，是演员还是导演还是怎么样，因为他之前是幕后推手嘛，让所有演员去演戏，然后他自己也指导，现在他自己当演员的，所以你告诉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建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把这一部戏真的很不错，谢谢你，恭喜你，很成功，很开心看到你的作品，谢谢。哎，你有什么要讲 ？Chill bro， chill bro， 就是 like all the best for 这个 director， 然后这个戏是很可怕，因为我很少看鬼戏。对他来说很可怕，很可怕，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一部我们这个。本地的鬼电影，然后觉得大家可以抱着一个愉快的心情来欣赏，好不好 ？OK，Chill bro。Hi， 大家好，我是赵景。Hello， 大家好，我是 Justin 刘介辉。我是周真耀祖。哇，你唔系你哋讲广东话，咁我要转翻啲广东 channel 先。哦，都得嘅，惊我就你。其实我有啲惊嘅，因为我觉得今次对我嚟讲特别有。好大嘅印象啦，係個聲，係做咗好多sound effect嘅嘢，sound effect 真係好犀利，係尤其是嗰啲，唔係係啊砰，係嚇死我，都要讚一讚我哋嘅同門啦，阿 Lena 林教兵恭喜曬，好犀利，恭喜曬，好啊，係咪？你仲講嘛？最靚嘅鬼啊，最靚嘅鬼就係你啦 ，Lena， 真係嘅。仲有後邊嗰度咧，佢搞到我喊曬，真係。係啦，所以我覺得好感動。呢部電影佢驚嚇嘅地方好驚嚇，咁感情線又做得非常之好。頭先阿祖有講到一兩萬，但我哋唔好講太多，你自己入戲院睇，真係嘅。誠心講一句，好嘢。總之又有得驚，又有得笑，又有得喊，哇！正啦，總之一句，唔係笑笑，唔係笑係我自己，因為太 friend 咗，你知唔知 ？ending 咗個路。sorry，ending 一二三，鬼啊！等一次，我走住，我一二三，啊！做三次。